世界，期待重新裂变的力量，呜、反转中溢出这愤怒，足以燃烧崎岖带路。幸福从来没有预期，感动或伤害只会更坚强。寻寻觅觅之中真相，引领前进方向，始终都是你。听我说一句，先扶老夫人去中堂，我和余妹留在这儿。可这，我的儿啊，娘啊，我的儿啊！这镖上有毒，这毒啊，我可是闻所未闻，哎，实在是无能为力啊。就目前的情况看，我只能维持他一天的生命，哎，这以后啊。你快把我哥救活，不然，我就杀了你！快救救我哥呀！怎么办？要是我师父在就好了，他一定有办法救哥哥的。好了好了，玉妹，要不咱们赶快把柳若冰师父找回来。我师父向来都来无影去无踪的，我上哪儿去找师父？大夫，哦，哥，他还能活多久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最多呀，能维持一天。依我看，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。你快醒醒，云儿不要你死，云儿不要你死，哥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。你说如今贤侄病重，郝一峰又跑了，这让我如何向上峰交代呀？你这个傻头子，我儿子都快没命了，你还想着要向上面交代呀？我告诉你，你听着，姓宋的，要是我儿子真没了，我这把老命就跟你拼了。夫人，夫人息怒，我不是那意思。看来我儿子这一次是真的逃不了这一劫了。
夫人，这个贤侄吉人自有天相，啊，你不要太伤心了啊。干爹，他不是你儿子是不是？其实我早就把贤侄当成自己亲生的了。贤侄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随他一起去，我也不活了。大家都冷静点，为今之计是想办法先把队长救过来呀。说得坚强，怎么救啊？你倒是想个办法呀。贤侄一定是被郝一峰给挟持走了，我看他这回一定是凶多吉少啊！郝一峰，我要剁了你！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在队长中毒太深，如今又过了一日，就算是现在找到队长，恐怕也已经……郝一峰，我要杀了你！那个，夫人，请节哀顺变。我自会向朝廷进言，给贤侄追封官职。哎呀，官职个屁呀，人都没有了，要官职有什么屁用啊你！你赶紧给我闭嘴！秀才，哎，马哥哥，来，怎么样了？没有找到。没找到，马哥哥。无论如何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秀才，杨贤弟，吉人自有天相啊！案犯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哎，已经全部羁押了，跟宋廷在一起，现在正在等朝廷的发落呢。这个郝家整个搜遍了以后，所有人都抓住了，唯独就少了一个人。谁啊？郝倩呐。当时郝家已经整个封锁住了，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。你说这郝倩她能上哪儿去了？现在除了郝倩，郝一峰也跑了，而且还有一个邓有禄，也没有被抓到。郝家现在已经整个封锁了，还在仔细的排查。邓有禄、郝一峰也在缉拿当中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宋晴现在在哪里？大牢里啊。这样，队长被挟持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他。云儿，就是哥哥怎么样了？他身中剧毒，现在还被别人劫持而去。也许他现在已经死了。都是因为你，你不光害了我哥，你还害了我们全家。如果我哥真的死了，那我就可以跟他一起走了。Ha ha ha!
志哥哥，对不起。男女说话大大大，这还了得呀？太大胆事儿，胆大包天，无法无天了都。官府正在通缉我们，我是问杨秋池，杨府一直没有殡葬，我查知杨秋池从家里失踪了。失踪了？大人不用担心，杨秋池中了苗疆蛊毒，这种毒没有解药，杨秋池暂无生还可能。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娘，老夫人，二位夫人，对，队长回来了。队长回来了。啊！小刚，哎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吓死你了！小刚，儿子，你起来，儿子。娘，没事，我没事，好好的。哥，你没事吧？哥哥福大命大，没事的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队长，是谁把你接走了？
宋姑娘这次涉及的是谋反重罪，朝廷也很难网开一面啊，贤弟。这谋权篡位，诛九族，这不科学啊！哎，贤弟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宋晴宋姑娘的？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去抓邓有禄吗？啊，我们去抓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逃跑了。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人及时通知他的话，那他怎么会逃跑呢？哎，队长，那你是如何怀疑到宋姑娘的呢？这件事情也就我们这几个人知道，你和云儿一直在我身边，只有晴儿，她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。那咱们去宁国府路上遭到的伏击也是她了？那次我们在这儿谈论宁国府的事情，她就在外面偷听。这涂老四的致幻药已经暴露了，那邓有禄一定会杀人灭口。而且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涂老四应该就是建文余党的成员。你的蛋蛋扁，那你又是怎么知道他要去破庙见郝一峰的呢？这个更简单了，引蛇出洞，我告诉过晴儿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建文余党，很快就会去抓他们。结果没想到晴儿就真的去通风报信了，我派人跟着他，顺藤摸瓜就找到郝一峰。阿祖，阿祖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晴儿，晴儿，秋池哥哥，你还活着？我没事，辛苦你了。秋池哥哥，对不起。愿我如星，君如月，夜夜荧光。向脚尖，对不起，晴儿，我今天过来，是我发现有问题。我问你，你跟我在一起，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我，对吗？我一开始是为了打探消息，可是我爱你也是真的，秋池哥哥。我自从喜欢上你之后，我就很害怕。我特别害怕你知道我的身份之后一定会恨死我的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没有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。那你跟郝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？郝一峰为什么抓你娘呢？我和郝一峰自小就定了亲事，当我爹去世之后，他们就已经悔婚了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找到我说要重新结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是为了利用你和叔父的关系，派我到你身边当奸细。你可以拒绝的呀。我当然不同意，但是他们抓了我娘，还威胁我，如果我不给他们打探消息的话，他们就会杀了我娘。秋池哥哥，我真的是逼不得已。那他们同意你跟郝一峰退婚，让你嫁给我，也是让你在我身边打探消息，对吗？他们不是真的同意我嫁给你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郝一峰他想娶我，他为了让挟持贤妃的计划能够成功，才想的这个办法来牵制你。他想等计划一结束就带我离开。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不，我死都不会嫁给他的。晴儿，
我还要问你，他们为什么让郝倩嫁给我魏倩？为了拉你下水。拉我下水？如果郝倩嫁给了你，那郝家和杨家就是一家人，就算你不帮他们，等出了事也不会害他们。他们想的可真是周到，让我娶了郝倩，那我就是见闻余党的家属了。就算是以后查到他们郝家，我也拿他们没有办法。如果郝倩以后给我生个一儿半女的话，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我就想大义灭亲，也没有办法。秋池哥哥，还有一件事，我是把你们要去宁国府的消息告诉了郝一峰，但是我不知道他要半路伏击你们。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想给你们通风报信，可是我却被人抓走了。这个我知道。青儿，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，谋反是重罪，会株连九族的。你这样会牵扯到你叔父一家的。我对不起我叔父和云儿。秋池哥哥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贤弟，这个是在郝一峰家里的密室找到的，这东西堆得跟山一样高。这三个瓶子里面都含有罂粟，也就是阿芙蓉的提炼物，类似于冰毒。冰毒，致幻药。他们想用苗疆蛊惑之术迷惑贤妃，用的就是这个药。马哥哥，你派一个锦衣卫去查一下这个致幻药的来源，还有调查一下郝一峰近几年的状况。一个担担面，贤弟，来。我靠，行贿啊！我喜欢。在他家找的那么辛苦，拿点好处，人之常情嘛。你说这郝一峰，他会去哪儿呢？郝一峰一定会觉得我中了毒镖，已经死了。什么意思？他这个人要是想藏匿起来的话，会无影无踪。我们想找到他，有如大海捞针。不过此次他挟持贤妃的计划失败，他已经无脸再去见剑门。哼，按照他的个性，绝对不可能坐以待毙。马哥哥，你把我康复的消息散播出去。好。什么意思？走人。简单明了。